第34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出炉啦，赶快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，本届的特别贡献奖得主为林秋离、欧阳菲菲，而最佳新人奖方面则是有七位入围。最佳新人奖入围的有洪佩瑜、芒果酱、Lucy、黄浩廷、贺、The Crane、潮州土狗、阿布斯。周杰伦这次以最伟大的作品入围年度歌曲奖，邓紫棋则是以《启示录》入围最佳专辑制作人奖，911将要角逐最佳演唱组合奖。而在最佳台语男女歌手奖方面，入围的名单是：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入围的有邵大伦、出一支嘴、廖世贤、陈竹生、换场、阿吉拉、新买的谢谢、周自从、祖宗迄时阵。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入围的有蔡家珍、无该、黄飞、回响、郑怡农、追月、蔡秋凤、连竹安、曹雅文、金。另外是大家最关注的最佳华语男女歌手奖，入围的有最佳华语女歌手奖，入围的有徐佳莹给洪佩瑜、明世、于可为、Dear Life、阿令、Link、戴佩妮、被动的观众、刘柏辛、幸福星、yeah。最佳华语男歌手奖 ，MC Hot Dog、姚中二、熊仔 Pro、吴青峰、马拉美的星期二、Hush 娱乐自己、贺 The Crane Talent、赵雷数钱接少年，恭喜。青峰这次不只入围了男歌手奖，另外还有最佳编曲人、最佳作曲人、最佳专辑制作人、最佳华语专辑等奖项。徐佳莹也是入围大赢家，这次除了要再度角逐歌后宝座，同时也入围年度歌曲、最佳作曲人、最佳专辑制作人、最佳华语专辑等大奖。这么精彩的入围名单，已经等不及想看7月1号的颁奖典礼揭晓最终结果了。Thank you.